大家好，我是余远存，是新兴医院施工的总干事。今天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的诗歌，叫做《盼望》。这首诗歌，是我非常喜爱的，因为我觉得人生若没有盼望的话，我们人生会活得非常的辛苦。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碰到心痛的事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流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心里面有很多的渴望没有办法得到满足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的一切的渴望都会得到满足，他也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他也会让我们心里面一切的心痛真正得到愈合。这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所有的盼望，有了这个盼望，我们才能够面对明天，也能够在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有盼望，能够知道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，有一天我们将会与主耶稣一起的来治理他的国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我的盼望，也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盼望。